之前于总提的那个方案，你真的觉得可以吗？我不管你是没有想法，还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你有了变化，我希望公归公，私归私，工作上的事情还是要坚守原则。好，我知道了。Family Day， 想得真美啊！告诉大家，不准配合，不准出席，让他空场，看他怎么办。我倒觉得呀，我们反而应该配合，到时候帮他搭好台子，您闪亮登场，再唱辉煌。赵，你知道吗？这次姐姐和雷诺要过来中国参加迪欧的私企。这事我知道。我搞不明白，一个企业的私企为什么这么铺张，把这些钱用在公司经营上，还不好吗？这不仅是一次单纯的私情，更是一项重大的推广活动。我不明白。迪欧想借这一次私情，他不仅邀请了欧亚的法方高层，还邀请了全国的代理商。他想在庆典现场正式宣布迪欧美妆网正式启动。这怎么可能？我之前一点消息都没听到。要启动一个电商周边期，至少要一两年。他们怎么可能突然就发力了？依恋，许诺可不是一般的人。不过这一次，我也挺意外的。那怎么办？我还以为我这次姐姐过来，咱们就可以达成合作了。迪奥搞这个电商影响力太大了，不管成败，都是化妆品行业第一。法国总部没有理由给他们拆货的。赵，你是不是要想个办法拦截一下？拦截？拦截是来不及了，太晚了。还剩三天的时间了，不过。他们电商开业，我总该送份大礼吧。嗯，这就是各部门和各店面上传上来的节目，经过初选呢，能看得过眼的差不多有21个吧。不行不行，这都不行，这什么呀？那个百盛的老人约还肯定不行。哎，你们说这些人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东西啊？啊，这提醒青年会整的节目都这么悲催。太没有政治觉悟了，港汇类也不行，
那一群神经病后来一个一个全去吃药了，能让大家觉得咱们都是有毛病的人吗？我跟你说，假如现在有一个人进来看见咱们仨这样，估计也以为咱们仨有病。你闭嘴吧你，瞅你那大脸，你这面膜都盖不住。哎，你们俩别打情骂俏了，赶紧想点子。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吧，这员工展示风采这段占的比例不大，你不用那么担心。越是这样就越要精彩，尤其是那个开场节目。开场节目您就不用担心了啊，开场节目历年来都是于总包办的。可是到现在连具体什么节目都还没有报，只让我们留出开场的时间，根本不知道他在搞什么。我听 Peter 说，于总去年开场唱了一个今夜无人入眠，那嗓门之大，调门之高，把台下老外全给震了。真的假的？就他那破锣嗓子还能唱歌呢？还今夜无眠，谁听他那破嗓子谁能睡着觉？你这嘴真的太毒了。哎，要不你来得了，舞台中间放一钢琴，你把世界名曲啪一弹，追光啪这一打，多帅呀、啊！去去去，你就别打我主意了，我是总导演，我忙着呢。哎呀，这想法不行。听到没？你们听到没？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轻轻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天籁之音啊，就是他了。这次啊，我要包装出一个茶蕊妹妹来。茶蕊妹妹，我看是荡漾绿茶妹妹吧。你俩最近不是很腻歪吗？记住我的话，三个月之内，他只要找到新目标，你必帅无疑。系统测试结果怎么样？几大模块都已经完成了，交易功能和数据库的测试都 OK， 帮助系统和兼容性有个别问题，还有几个链接有问题，总共36个 bug， 已经汇总给了设计公司，他们正在加班修改。修改之后抓紧时间再测试一次，用户体验非常重要，所以你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吧？我明白。还有沈总，我有事要汇报。你说。需要我回避一下吗？不用，这事情和你有关。又跟我有关。刚才我接收到白总和其他代理商的通知，他们知道我们要启动电商，现在非常的不满。大家都知道启动电商会影响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现在决定集体拒绝参加我们公司的庆典。说话呀，找你们来开会，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徐总，你是这次私信的负责人，作为一个监控人，你应该预先知道启动电商对代理商而言会影响他们的情绪的，你在事先应该安排好他们的协调工作，但是你什么都不做，等到事情爆发以后你再想办法补救，这是你工作上的失职吧？于总的意思是，不是代理商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了。代理商有情绪也是很正常的，不是吗？能不能就事论事？我找你们来是面对问题，想想能解决的方法，能不能不要一见面就死掐？还有那边那位，哎，不要再摸我的马屁股了。你讲完痔疮吗？能不能坐下来好好开会？我觉得啊，可以先让徐总出一份详细的说明给代理商，向他们解释，就说我们在电商名单上选择的产品跟线上毫无冲突，不会伤害他们的利益。我想一跟他们解释清楚的话，这样他们会接受的。林总，
现在代理商他们不明白徐总的方案，他们也不明白产品区隔的意义，他们只要这样坚持下去，他们是不会明白的。哼，照于总的意思是，只有我们放弃启动电商，他们才会参加庆典吗？徐总，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代理商一致决定的。于总、徐总、林总，你们够了没有？办公室里又没有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子一直强调对方的职称呢？是沈总。要不我们把电商启动往后推一推，等到私庆以后再说吧。你们为什么非得搞个电商？电商每天都在往外花钱，到目前为止已经花了500多万了，营运以后能给公司带来多少利润还是未知数。但代理商不一样，代理商每天都是有回款的。放弃电商就意味着妥协，我不会妥协。好，那就一拍两散。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们为什么热衷于做电商，就是想要看到这种局面，对吗？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能不能一致对外？各位，要不这样吧，我们可以给代理商一些好处，比方说我们让来参加私信的代理商放两个月的账期，或者是在利润上让几个点，你觉得呢？他们不来正好。正好他们不来，你场子空一半。腾出来的位置我们正好可以邀请资深的会员参与，以此大做公关文章。我们不邀请那些代理商，而邀请资深的会员，这才是 DO 重视用户体验的表现。那你就跟代理商彻底谈崩了吧。你跟法国总部怎么说？我们对渠道对代理商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以后怎么跟我们合作？不出人可以出力啊，我有能力让法方看到我们和代理商融洽相处。用户体验至关重要，这件事情可以用许诺的方法去处理。又是在按照许诺的方法解决，那你叫我来干嘛？以后你们开会自己决定就好了。林总，你脑子进水了？你看不出来这里不需要你吗？还不走。我招他惹他了，借题发挥吗？这不是私信的时候多注意一点吧，以他的个性还指不定要搞出什么事情来。每次都是这样子，你捅了娄子我来接着，我欠你们的呀。待不是好好商量吗？急什么呀？你是不是男人啊？有没有骨气啊？别人打你一巴掌，你可好？把另外一张脸凑上去给人家再打，长点心眼，缺心眼，窝囊废。我说我缺心眼不长心，我心都长在你们那儿了，我怎么能不缺心眼啊？说我没骨气，你们一个个不高兴就冲我撒气，把我当畜生。怎么回事？我让你们就变成我没骨气了，我那是对你们没脾气。你们一个一个脾气那么差，我要是脾气再差，大家还怎么相处啊？林总不会受什么刺激？够窝囊废，好可怜啊！我哄你们让你们，是因为我太在乎你们了，这才是大男人的做法，这才是男子汉，懂什么叫窝囊废吗你？哦，再说了，你要是一不开心就拿我撒气，打我骂我，我还过手吗？你有本事你跟沈志泽这样呀，你干嘛老是这么对我呀？啊！哎，说完了没？嗯。累不累？要不要进来喝口水？嗯。再见。
Take a seat, please. 感谢迪欧的信任以及给予我们的机会和平台，我们会与迪欧并肩作战。As you can see, this is our business partner sending all the greetings to us today. It's funny, I see so many smiling faces. It's almost like a commercial for the Olympics. What? Good point. Well, we do consider that our cooperation with Oya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Olympics. Yeah, our collaboration is a huge milestone to Dio's history. Oh, okay. You're so funny, Shen, you know. These videos, I really like them, you know, and I think that when I go back to France, I will take the videos back to show my friends and family, because it's just a memoir of the time we spent in China and the contribution I made to OER whilst I was president of Shine China, you know? Definitely, you should, of course. I guarantee I'll make you a copy. Yo, this is what's going on?看明白了，这把前几天代理商来参加活动的视频剪出来。忘了，徐总跟电视台的编导关系好，肯定是他找弄的。行啊，这徐姐姐，服了，这把牌出的挺漂亮。不过没事，我手里还有炸弹，咱走着瞧。什么炸弹？一会儿把他这个头发这样盘起来。怎么办呀？第一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余晶还没到呢。哎 ，Peter， 于总到哪儿了？你们先报节目，放心，于总耽误不了时间。他到底是什么节目？你们就报节目就行了，具体内容保密。好，就这样啊。Peter， 什么节目都不知道，那我怎么报幕啊？徐总，音控那边让我告诉你，于总到现在都还没交伴奏带，一会儿他的节目音控怎么配合啊？徐总，片花还有30秒结束。你这么说，尊敬的各位客人们，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刚刚我们大家一起回顾了迪欧和欧雅携手同行10年的历程。回顾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的去珍视，来激励我们更好的突破未来。今天我们的私信活动与新浪微博合作，全程在网上进行直播，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短信或 at DO， 把自己想说的话发过来，可以通过大屏幕与我们进行分享。是的，不错哈。那么我们现在第一个互动的话题就产生了，第一个节目由谁来演，演的是什么？欢迎场内场外的朋友共同来参与，如果猜中了的话，就有丰厚的礼品等着你。好了，时间不多了，大家开始吧。这还用猜？肯定是于总。最近有一个什么好声音还是什么特别火的，我经常听他唱的。挺有意思的，你搭档试试。我觉得于总今天会来个洋点的，毕竟法国人都在。还不错，还不错。听不出破绽，那他也得上呀，这卖关子撑死也就撑个2-3分钟而已。音乐一停，如果他还不来，直接把第二个节目提上吧。行。Le premier spectacle,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Qu'est-ce que c'est? Tu veux expliquer? First show must be very important. Can you give me a clue what it's about? Give me a kind of hint. What are you going to show? Well, to tell the truth.I don't have a clue what's going on later, so why don't we just wait and see?
去会打把亲吻，一起相同又把相分，他人分手太急会得心。于总这受什么刺激了，整得一脸红唇的，还唱起大鼓书来了。那他真是疯了，你说我们的词儿怎么顺下去呢？往后坏了，他唱的是伯牙摔琴，要砸场子。关掉他的话筒，把大门拉上。James, what is going on?Well, he must be part of the show. 于总，哎，不开了。各位，刚才于总为大家表演的是金韵大鼓《伯牙摔琴》。悠扬婉转的唱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传统艺术的魅力。这也是他特别送给我们法国欧亚集团朋友们的。希望你们能够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众所周知，于总善歌，但是今天他却放弃了优势，为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段唱腔，还在最后摔了鼓。我想，这就是于总作为迪欧元老。想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激励大家，正所谓不破不立，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够勇于突破，才能够历久弥新。这也是我们今天活动的主题，进取突破创新。No, Shen, you know your company works well. The rumors are all false. 谢谢大家。Thank you. 需不需要我去看看？先不用。曼妮一点都不顾全大局，让我们大家在这儿给他擦屁股，这场戏肯定砸了。行了，别发牢骚了，都给我打起精神来。现在还只是暖场，一会儿的电商发布才是重头戏。千万别再出岔子了啊！知道了，走吧。于曼妮，你发什么疯啊？啊！你对我不满，你可以直接冲我来啊！你别毁迪欧啊！今天电商开幕，这对迪欧来说是重塑辉煌的重要时刻。这个时候你捣什么乱？现在法国人坐在下面，沈志泽也坐在下面，全国的代理商，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在看你捣什么乱啊！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作下去，沈志泽只会离你越来越远。别再作了，到时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很多人都在网上搜你呢，马上就是大明星了。我不要做大明星，我要让许诺难堪，我不让他们得意。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轻轻地爱吧。哎，真行，他们居然把菊娃娃给推上去了，最还整得跟天仙似的，秀。
没有搞错，还把曲弯弯给弄上去了，还整得跟个天仙似的。那是曲弯弯。对呀。别着急，我早料到他们会这样，我都准备好了，我来给他们添点料。干嘛呀？把这个传到网上去，让他原形毕露。情况怎么样？网上互动非常好，微博点击率已经过百万了，前两个节目的主题讨论转发量也已经上万了，很不错。你用公司的账号发消息，说我们每隔20分钟会抽一次奖，再把大奖的照片发到网上，请大家积极参与。好。Chen, what is going on?天哪，徐总，你快看，谁这么缺德啊？这么毁容啊？你给我切到中心舞台，看 LED 在放什么。好。这么倒霉啊！大家动作都快点，我喊还得骂，把鞭子给我使劲往上顶，怎么喊怎么骂。还在给我搞电商发了，先用浮萍淹死你再说。我抗议，如果你们以这种女人来代言，这是对我们的产品的极大诋毁。一百年，我们的品牌被你们毁了。I think the show planner got good explanation about this. It's probably just part of the show, so why not be patient and sit down? Don't smile to me. 怎么办，徐总？现在网上负评太多了，咱们真顶不住了。Cassie， 你用公司的账号发帖，我说你打。好，我是 DO 的营销总监许诺，我以个人名义代表 DO 公司发表以下声明：曲弯弯是公司的员工，在进入 DO 之前，因为水土不服，造成皮肤有损，影响外观。在进入了 DO 之后，公司本着人文关怀的角度，为其推荐了旗下有修复功能的保养品。至此，曲弯弯有了今天的改变。现在有网友质疑她是否整容。我可以负责任地向大家承诺，这是完全没有的事情。如果网友不相信，为了以正视听，我们将在一周内邀请国内10位公立三甲医院的整形外科医生为曲弯弯进行鉴定，并在网上公开结果。今天所有跟帖转发评论的网友将自动成为迪欧美妆会员，并得到皮肤专业养护在线咨询资格。同时，韩后全新茶蕊嫩白系列即将全面发售，下载 DO APP， 并以手机号码完成注册，即可兑现并享受所有产品10%的优惠。啊，徐总，你确定吗？这力度也太大了吧，徐总，要不要请示一下？来不及了，网上一分钟足以颠覆整个世界，照我说的做。好。I don't want to speak to him anymore. I don't know what it is. Listen, Barbara wants to know if this is part of your plan for our e-commerce launch. Because, you know, it just looks like you've just got a catalogue of disasters that you're covering up for. Well, both. I mean, what are we paying you for? I mean, is this enhancing our product? Is this enhancing our performance and getting us more business? Is it? Well.You never know. So, why not be patient? You never know, Jesus. I can't talk to him, will I? Then I was so disappointed in you, really.
了，徐总，你的声明太有力度了。现在已经有好几位整容专家在网上参与讨论，他们说从照片上推断，弯弯肯定是没整过。而且现在大家已经不再关注弯弯是不是整容女了，而是都在下载安装我们的 APP。徐总，现在通过验证成为会员的已经突破20000了，太好了！刘瑞记者，这个节目演完可以安排电商的开幕活动吗？明白。老板，我们还要继续刷屏吗？我有叫你停吗？啊，继续啊！都看着我干什么？干活，程总。你们现在尽管得意吧，现在还只是半场，还没到最后。APP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幕，但是截止到目前，我们的 APP 已经有超过1000万的下载量和20000已经完成注册的用户。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户端需要1到2年才能积累出来的数据，而我们只用了短短的30分钟。网络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网上1分钟就可能见证一个奇迹。那么下面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DO 公司总裁沈志泽先生，欧亚集团亚洲区总裁雷诺先生，欧亚集团特别代表芭芭拉女士为迪欧美妆 APP 客户端上线揭幕，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辉煌。 Please。By the performance today, and I think that everybody in the company is also amazed at the results that you've achieved. And I think that Dio's got a great future with this now, but after today's performance, I'm really not sure about the whole truth, you know? Well, anyway, thanks for you fighting for us. Without you, we have no way to achieve this. Thank you. You know what? I've thought about it, and I'm going to take the Oye merchandise and put it on the Dio app when I get back to France.You definitely do that, okay? I will. Thank you. Hey. Hi. Leno, you're so kind. Thank you. Were you hearing this from us before? Well, it's, the company'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we have to work a lot harder to get it to its fruition, but yeah, it's good.The reason what I was about to take your job as a president of Chinese region is that you was doing a terrible job. I still want to take your place because I see a lot of business opportunities. Yeah, well, if you're prepared to wait for another 3 years when I retire, then let's see what happens. What? No. We never know how gonna be Chinese market after 3 years. Well, trust me, it will only go better and better. Yeah.Forgive me now, I have to go review, so enjoy yourself. Okay. Yeah? Yeah. Anna. Hey. How are you? The party? You finished all your paperwork? All the emails done? 林总，你是在找徐总吗？对，他人呢？他带着策划部的同事已经回公司了。回公司？对，因为今天不是有个突发事件嘛，然后他也想回去之后早一点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给第一批用户一个最好的完美体验。我跟他这么长时间，说实话，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么拼。我们也希望他能够为这个理由拼出一个最好的未来。当然。You're funny. Thank you for coming. It's a beautiful event. All right. I hope to see you next time. All right. Okay. Sure. Excuse me next time. Yes.你失态了。
Champagne， 再给我一杯。来，吃点甜点，心情会好一点。不吃甜点。我今天要喝酒，喝酒。行了，别喝，我送你回去吧。你也喝，再来一杯。不是，我就不喝了。喝。你陪我喝酒。别喝了，我送你回去吧。啊，喝酒。对不对？好好好好。酒嘛，水嘛。Cheers。 来。来，服务员，再来两杯。好的，没有问题。好，马上安排给您发货。好。哎，您说。好，来，谢谢啊。哎，我帮您查一下，您稍等。记者，稍等。您那边处理的怎么样？我这边一共是3180个订单，一共是178万的销售额，这些咱们今天都要处理完吗？对，一定要给所有的电机会员最好的购物体验。今天的订单所有的都要及时处理，还有明天一定要联系第三方的配送中心，这批货明天全部都要发货。好，没问题。行，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好嘞。沈总，各位辛苦了。我只是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跟女会员聊天呢你不行，处理订单你也不会，那你只有帮我们买宵夜了。好好呀。你们都饿了吧？我去买。谢谢沈总。沈总威武。好，先喝这个，来。你最近怎么没有告诫我，不要欺负许诺啊？我才不要管你们呢，爱咋咋地。哎，不错，终于想明白了。好，恭喜，来喝个酒。哇哦，你说我惨不惨啊？你惨啊？对啊，我多惨啊，你想想看。我喜欢沈志泽，从大学就喜欢他，对吧？一直等他，一直等他，我想说等到有一天他也会喜欢我。好，出现了一个宋小雨，好不容易他走了，现在又来了一个许诺，你说我是不是很惨？你惨什么呀？你有我惨？你怎么惨了？我英雄救美，我小命都要搭上去了。哎，走了，没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喜欢沈志泽，喜欢了10年，你知道10年对一个女人来说有多重要？你没我惨，我和我最好的兄弟同时爱上一个女人，瞎了。这许诺抢我工作，抢我男人，什么都跟我抢，我什么都快被他抢光了。好，我先跟你喝。好嘞。我告诉你，你有爸爸，你有妈妈，我只有老爸，我从小就没有妈，你说我不惨谁惨？啊？是不是？有道理，没妈的。没妈的，我们喝一个吧。来。好的，谢谢。订单已确认。谢谢。好的。好的。订单确认。对的，好的。订单确认。完事儿了。哎，我这边完事儿了。客套话呢，我就不跟大家说了，改天我再好好谢谢大家。现在只有一个字儿，撤。